下嘛吼，即、這个天公玄天上帝吼，啊，咱今日只吼，甲即个伊个公主吼，陈细胞吼，发哥吼，啊来做一下专访，因为咱家伫只大城吼，以及这边吼，听讲吼，伊这缘由真特殊啦，啊，阮今日只吼就是替咱观众朋友吼，有人了解讲，啊，是安那有一间庙个缘由，啊，甲只有一寡听讲有一寡神奇个事迹吼，啊，当。咱这个，咱全国的观众朋友吼，啊，即所有来，即神仙大德吼，大家好吼，啊，咱北天宫吼，咱个主神吼，迄个北极先天上帝，啊，这个书就是讲，伊这个开光点眼吼，这个东江啊，吼，这个开光点眼是伫这个南港东阳宫。那么，等咱到咱这个新村倒来北天宫要安坐当中，这个大过程当然要安坐，你安坐含这个开光点眼都来摄影起。啊，结果发现着讲，这个伫东龙宫开光点眼煞，请入去东龙宫内底的时阵，所翕拍这个圣像哦，神像。非常的庄严啦吼，啊，那么恰在安坐的时阵，煞会笑啦，嘿啦，吼，啊，这个相片，啊，咱拢拍起来，吼，嘿啦。就是讲，咱观众朋友吼，伊这相片吼，有要讲清楚吼，我等下出特写吼，啊，伊这个是安怎在发现讲是伊这个面是面相无同，你想哪会？哦，那是细台时阵才发现到，嘿，是。啊，咱这间你。东港迄个东龙宫，不是，嘿，是新村伫遐按伫遐开光点眼，嘿、哦，因为遐个大神足济，啊，他算讲啦，按道杂的啦，嘿啦，咱这个上帝讲吼，咱会当来伫这个开光点眼的仪式会当来顺利进行完成，比较合圆满啦。有人讲什么？即马着迄流行 NH1 流感吼，啊，讲感冒拢袂好，啊，讲咱这新村来去帮忙到。哎，好，有关即方面是讲，因为人伫这个温较低迷的时阵吼，较容易讲啊身体种种的较无爽快啦，吼，即项咱也无办法。啊，当然，咱只就是讲帮这个温修改改，透过这行踪，把这摆物件给抹掉，把这摆的关系给破开，是。所以这观众朋友吼，咱若是讲咱若感觉咱的运动啦不好，若是讲咱身体袂好啊，干脆就是怀念时，不妨哦，咱来摸这行踪哦，而且是这摆物啊，把咱对调这个多济啊，咱唔知影透过咱的行踪哦，咱才有这实力来去帮助者，不然来讲咱感觉也是好。但是哦，咱行踪若做好，咱来。是啦，这较重要。哎，对，是啦。咱若一世人来做工程，咱来给伊商量，伊就会懂啊。是啦，人啊多兴盛吼，积一寡德吼，对咱本身哦会当增强免疫力啊。重点就对啦吼。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吼，比如咱这边咱这大城吼，伊这个宫吼，啊，可能是啊，咱有什么特别的？咱什么时阵来搞方便，还是讲，咱这个，比如暗时啊，带人也是下来，啊，什么时阵用，啊啥，咱主要咱观众要了解一下，因若要来找咱来搞方便。哦，迄、那个即啊咧开班吼，伫即个下午3点开始到暗时9点，即段时间拢有啦。但是如果若是急事，哦，临时临了急事，当然即个排队透早到即个下昼3点，遮嘛。接触啦，是绝对拢马上去处理。但是讲咱身边敢无讲，你等下什么车单啦啥，这多的，你那边有办唔办？唔办嘛，没啊，来拢差不多，你处理这拢速度足紧。我拢超来。
来几届届，感觉讲会较好些。我看你一抓都拢感觉。一抓都感觉，上下劲哦，哦，可以好用哦。大致上，系啊，咱是不是会当吼加关注一下哦？不然在主持间有固定的吼，比如说咱若经过代志啊，啊，要来催咱吼，先电话甲咱预约解散，甲咱告我们。哦，是。啊，这个电话方面吼，直接和我联络是较直接，当然我本部也都有处理处理吼。哎，直接靠我手机啊，哦，迄个。0981-846-516，哎，我就明天听清楚，我讲一解。0981-846-516，哎，这个是那就不是。是，对了对了。咱这个住址是吼，高雄市大社区金龙路172号，啊，住伫这个派出所旁边，边个这里，而且近近啊，好。我找到这个。你若唔知影所在吼，爱问问阿记者带过来吼，啊也是搁袂记啊，去问讲啊消防队里倒啊头头人知。是啦是啦是。啊，着多找啊消防队，搁一直过来都看得到。哎对对。啊，什么？咱的叫名叫啥？哦，迄个白天江嘿。白天江。哎，白天江嘿。我是讲哦，较重要是，咱来遮办代志哦，啊请教啊什么，甲咱处理代志，啊甲咱开一个钱。没，这拢随意，这拢随意，随意。哎，那拢随意。哎。啊，看到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情也怎样？哎，对对对对。你若有心，你有咩建设？建设什么话？建设什么话？啊，你当我啊，你顺便做些工程，是不是？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对啊。是是是是。做好无？是。心情。对。哎。啊，讲些咩话？咱今年吼，咱自己叫做，咱就讲这种简单嘞。啊，咱有机会吼。啊，然后过来遮大些观音山遮佚佗吼，啊不妨啊直接坐过来遮拜拜吼，这边啊求一下吼，啊个尊重啊个，啊咱这边参拜一下，咱讲有拜有保庇嘛吼，是，啊咱身体安尼，会用行啊做代志顺顺，啊咱咪身体通过这进化，啊咱需要顺顺变咱精神好，啊做代志顺啦顺，顺得好吼，哎，啊庆祝大家平安平安过一届。哦，你叫姜子嘛，是你叫你的名是啥？哦，姓陈，嘿，陈先生，就是你，是，先生做那块是做水话，哦，感谢啊，哦，感谢。